看看新闻网。而上周才曝光的林更新和蒋梦婕的地下情，更是在众人的关注之下呼之欲出。连降大雨致使剧组停工后，林更新和蒋梦婕二人直接是缩回了酒店练起了书法。许是剧中的角色的要求，林更新练起字来很是认真，旁边颇有经验的林妹妹还不失指点。不过从白天练到黑夜之后，林哥哥就拉起了窗帘。古人说红袖添香夜读书，全当两人一起看书去了吧。